Hello， 大家早安！今天又来到忠贞市场，我和小芳在忠贞市场这里住了超过100年的时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最有名的凉拌木瓜丝。进到市场里面，依旧人山人海。我们知道很多网红介绍了忠贞市场里面很多的美食，但我和小芳要从在地人的角度介绍大家一些我们平常真正会吃的在地美食，或者隐藏版美食啊，不对，那我们就应该赶紧倒回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间店，其实就在市场某一个出入口的第一间店。大家看一下，这里是龙德路，龙德路和龙平路的交叉口，你会看到一间挺不起眼的凉拌木瓜丝小店。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隐藏版美食就是这家喽。没有排单的感觉。老板娘，哎，你帮我讲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家炒给我卖。他是把这个是米干、这个是米干炒，是云南人炒。云南人炒的米干，这个是这个米线，凉拌的米线。对，凉拌的米线，米线这个米干，米干。老板，这个饮料这个是什么呀？哪里？这个。这个七叶兰糕。什么？七叶兰，糖糖甜甜。七叶兰。对，七叶兰。七叶兰糕。七叶兰糕。妈妈吃的是七叶兰糕。七叶兰。七叶兰甜甜。好。哦，所以青木瓜还要先冰镇。冰比较脆。比较脆。对。我准备了你，我准备了你打，要不要？你冲啊，给你冲。你看老板娘，他们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有小有哈。用来冲冲冲冲才会好。如果没有，我送你，要不要？你怎么会有？有小小在家里。我要打了，我要跟你买。不是，不用买，不用买，我送你的有小。这个刚才是我阿弟他炒，为的他打，你吃看看吧。不用，我吃过你的啊。不是，是他打没有放切酱，正常我有放，全部烫出干净。好吃啊！超级脆。他打，我们刚刚要去换，这辣吗？辣，我辣辣辣，要跟他一样哈。那大分小分啊？小温了，小温，我送你，不用给钱。不行，要啦，老板娘要给钱啊。正常就放鲜花。给我就不吃了。不好意思了，你对我那么好哦。没有，你这年哦，柠檬最贵的时候送我半颗。没关系啦，哎呦，老板，没有多少了。对，就是要这样冲才比较好吃，味道才对，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们打一蒜头跟辣椒，给它烂烂啊。一冲味道就出来了。对对对，你有看有的人是用拌的，那个味道都不对。不对，他要生猪腱了，跟番茄。番茄对啊，拌番茄啊，番茄那个柠檬啊，那个柠檬。其实那个虾酱的味道蛮香的。对，有客人吃蟹酱多一点，有客人不放。哦，有放那个味道很香。也就比那点放给我多一点。你看柠檬也是现榨的。对对，先加放不香。一整颗。对对对对对，一份是一整颗。一份是一整颗柠檬。所以很多网红的名店，大家都在报。其实他们一定有他的特点，但是我们住在忠贞这里50多年了，我们会吃我们最喜欢吃的隐藏版小吃。你住忠贞了？我们就住忠贞了。这是什么鱼露哈？这个对，虾酱、蟹酱，对，酸酸甜甜的。这个除了青木瓜之外，还会加芒青芒果，对不对？对，有加。我们没见过，没懂罗皮。哎，东西包罗皮在哪呀？侬那个包啊？对。啊，不是，我很难过。刨刀啦，这是青芒果，这是加青芒果，加一点青芒果哈。它的味道会更香，因为芒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对对对对。它再冲一冲。对，再冲。我给你今天看，炒什么会加点？
然后你可以尝尝看，对，尝尝看有什么味道少了，它还可以立刻再加。少甜啊，少甜啊，你要多甜一点，或者是咸一点、酸一点都可以调。再加哈，那个你汤匙多一点，多一点这个，汤一点点，有没有太辣？嗯，好吃，好吃，不用再加了，可以了，不用加了哈，加一点点辣，再加一点辣。OK， 你汤喝，汤喝这样。老婆，你尝一点点。这个蛮辣的，我不要。OK 吗？再辣一点就 OK 了哈，对不对？好吃。我光看都快流口水了，就这个酸酸的。还有加玉米。不行。老板，还不吃。不行，不然我就不买了。再加辣椒哈。去上网路了。好，谢谢你哈。我跟你讲，谢谢了。谢谢你，对我很好哦。谢谢你，对。对我很好哦。不，你送我半个柠檬，我永远记住。那时候我们买不到哎。还有加上一些干的。放屁，接一下。虾干。虾干跟玉米哈。虾仁粉，玉米加。有，后来没有加，我有加。对，有些加比较好吃呢。对。对呀，我打给你多点玉米。老板娘，你是哪里人？泰国，萨瓦迪卡。萨瓦迪卡。OK 了，这就是一份大份的。啊，没关系，我给你。青木瓜。你帮我。我没关系，等一下他给我打来。他会帮你贴到网络上面。你对我那么好，你说我觉得好卖哦。啊，这个三包一百，一包35块哈、哦，有辣味，盐味。对，这个有辣的吗？啊，对，这个不辣。那两包辣，一包。来，帮我打干净点吧。哎。刀在上面了，先放在上面帮我。好了，老板，可以加黄瓜，小黄瓜。对，加小黄瓜。哦，好方便哦。把下面的汁一起倒进去。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好朋友的热情。这个两个。这个就是传统菜市场里面才有的氛围和人情味。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却有着满满的人情味。和我们觉得最好吃的凉拌木瓜丝，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喽，下次忠贞市场见，拜拜。